声明，我是余文生，中国律师。今天我要做以下声明，我永远不会放弃选择自己的律师的权利。一旦我需要辩护律师，我已经指定梁小军和张维玉为我的律师，我已经给了他们授权书。如果到时他们无法为我代理，我的妻子有选择我的律师的权利。我永远不会接受一个当局指定的律师，除非我遭遇酷刑。